如果要总结今年的 Connect 大会，我认为 Meta 算是完成了对所有人的交代。首先，对于股东和董事 ，Meta 的股票在大会直播期间达到历史新高的577美元。整个2024年到现在 ，Meta 的股价飙升了近61%。对于新人玩家群体 ，Quest 3S 让彩色 MR 头显来到了300美元时代。没错，300美元你就可以拥有安卓 XR 头显阵营的旗舰处理器。对于老 VR 用户也有超乎预期的惊喜。Quest 3原本大家都以为最多就是出一个 256GB 代替 128GB， 没想到直接让 512GB 永久降价了150美元。如果说之前首发的 Quest 3 128GB 卖500美元，对比起制造的物料成本还小赚几十美元，那500美元的 512GB Quest 3就又是再一次贴着成本卖了。这说明 Meta 不仅想要低价的 Quest 3S 卖得好，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感受到 Quest 3上面 Pancake 光学的价值。否则按照正常一个厂家的运营思路，肯定是低价的型号负责走量，稍高的定价的规格负责利润。但实际上无论是 Quest 3还是 Quest 3S， 考虑到各自的成本和售价，其实两个款式都算是低价在卖。很多人之前都认为 Meta 不会再像之前 Quest 2那样大力补贴，事实证明只要母公司运营状况良好，那么 Meta 会将硬件补贴这个政策进行到底。更恐怖的是，如果算上加量不加价的 Quest 3S 额外附送的独占大作蝙蝠侠阿卡姆之影 VR 和 Quest 游戏会员，那 Quest 3S 用户买到手的使用价格甚至低于当年的 Quest 2。所以对于开发者们来说， Meta 再一次像衣食父母般给予了他们撑下去的希望。低价的设备门槛才会带来更多的新用户，才会带来更好的用户生态，让开发者们不至于在存量的竞争的生态下厮杀。甚至是面对第三方配件的厂家 Meta 也是照顾到位啊。 Quest 3S 的穿戴部件跟 Quest 3保持一致， Quest 3S 的显示屏和光学部分也用 Quest 2的设计，这下好了，根本不用开新的模具，第三方配件全都可以共同的用。即便是对于那些非 Meta 既有的用户群和看客们，原型 AR 眼镜 Orion 的展示消除了部分人们认为 Meta 只是做 VR 的刻板印象，也让他们对 Meta 每年亏损100亿美元的投入有了实感的认知。因为在此之前 Meta 强调了无数遍自己的亏损有一半是因为研发 AR， 并不仅仅只是 VR， 但人们总是把所有的锅都让 Quest 一个人来扛。这次 Orion 亮相之后，很多人评论又变成了那这下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要亏那么多钱，原来 Meta 真的有 AI 很货呀。另外关于 Meta 近两年所有的业务增长的根本推动力 AI 技术的方面也是依然保持稳健的步伐，无论是模型的更新还是落地到雷朋智能眼镜的使用，都符合大众的预期。天知道 Meta AI 才是真正的 Open AI， 这句话让扎克伯格有多么骄傲和自信。所以你会发现今年连被大家吐槽是个 AI 机器人的扎克伯格都在主题演讲的部分充满了活力，起码开始像个正常的人类了。而且今年扎克伯格的表现应该算是有史以来节奏最好的主题演讲之一。扎克伯格一出场5秒内就发布了 Quest 3S， 40多分钟超级紧凑，完全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对于他自己，扎克伯格今年累计财富增加了惊人的734亿美元，总净资产达到了2010亿美元，来到了全球第四大富豪。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在运营公司方面，都坚定相信 XR 的未来，并慷慨为之投入。不像国内某一个花个100来亿人民币就嫌肉疼了。不得不说 ，Meta 会跟 XR 同生共死这句话真心不是盖的。所以 Meta 最大的优势反而不是设备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而是他们远超其他人的投入所带来的雄厚积累，足以让他们在面对任何竞争对手时，依然能够在自己的产品路线图规划里从容不迫的应对。感谢 Vision Pro 让我用上更好的 Quest 3，这句话虽然是大家在玩梗，但是你要知道在发布之前又有多少人在唱衰 Meta 和他的 Quest 会是下一个诺基亚。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点， XR 头显因为 Meta 的存在有一个非常反过往规律的点，在过去任何一个通用数码产品的发展史里，原本的头部公司仗着自己的优势都会卖高价赚高利润，然后等着其他的厂家或者是新兴创业公司靠着供应链的成熟杀入进来，走所谓的性价比路线。但结果 Meta 在同价位毫无竞品的情况下自己率先在那里走性价比路线，所以当 Vision Pro 以3500美元的价格面世时， Meta 意识到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的价位，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反倒是看见 Vision OS 系统好的地方，赶紧叫自己的员工飞速的抄起来。当然你可以说 Quest 是因为学游戏主机模式用软件补贴硬件，但大家别忘了雷朋联名 Meta 的智能眼镜二代，一个连显示模块都没有的设备却依然能够卖爆。它的成功和 Quest 2是非常相似的， Quest 2的成功在于打破了 VR 有限化的束缚和低价的入门门槛，那雷朋 Meta 智能眼镜二代也做到了两个要素，一个同样是低价，
雷朋自己的非智能眼镜的个别价格就已经不止$300，但现在跟 Meta 联名，还在摄像、听歌和 AI 功能只卖$300。第二个就是眼镜的造型和重量真的满足到了日常化全天候佩戴的要求。要知道依然太重，这是很多带显示模组的智能眼镜最大的痛点。所以说 Quest 2和雷朋 Meta 智能眼镜二代都不是靠所谓的性能高而大卖的，这就代表着 Meta 是贴着产品硬件规格下限来做的，这样可以避免未来硬件迭代可能不如消费者预期所带来的落差，因为供应链的技术进步也是会存在瓶颈的，所以在这一块呢 Meta 的战略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大家要意识到，对于 XR 这个年年都悲观的行业，你买一个硬件不能只考虑到硬件部分，还要看你购买之后后续的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就像前不久的 Vizor， 去年还是前年，他们那个首发视频物料是一个看上去很薄的模型，等今年得给大家看到实际呢，就直接大了一圈，厚了很多。那等正式量产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呢？还有它这个定价方式搞什么订阅制，我买一个硬件你还要我用订阅制付费，你们公司账户上到底还有多少现金能用啊？所以活该别人说 Vizor 是一个潜在的骗局，就是你作为一个厂家几乎每一个层面的动作都让人觉得不靠谱。如果你们真的生产主力大，还不如老老实实的走众筹路线，该卖高价就卖高价，先拿钱后做货不是什么难看的事，而不是搞个什么订阅制看上去低价然后哄人过去买。这时候有人就说了， Vizor 我看去现场的人说能够正常点亮，而且显示效果看起 Vision Pro。 不是大哥，你都用上了 Micro OLED 的 4K 屏了，那显示效果还能差吗？就好像你找一个2.30米的人来打球，你跟我说他能够扣篮是他的最大的优点，他都2.30米了，扣篮不是最不值一提的地方吗？一个1.5米的人能够扣篮，他才是真牛皮好吗？所以我真心希望大伙能够对 Micro OLED 4K 屏祛魅，因为任何一个头显厂家，你只要增加成本，你就能用得上它。这是给用户制造我的产品很有卖点的错觉，门槛最低的方式。其实换个角度去想，如果 Immerse 的这样一个小厂能够大规模量产 Vizor，那 Meta 怎么会做不出来？ Meta 虽然取消了 Quest Pro 2的原型机，但打算在2027年推出一款名为 Puffin 的分体式轻量级头显。它的主体造型要实现轻盈如翼的感觉外，重量争取要做到110克左右，而且还要加上彩色透视的 Pancake 光学透镜。我寻思 Meta 这个 Puffin 的设计概念不就大家认知里 Vizor 该有的样子吗？实际上两年前 Apala 他们做的那个单眼 Micro OLED 2.5K 的 PCVR 头显主体就已经只有200克出头了，200克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重量，但是 Apala 今天为什么后续就各种难产，跟跑路了一样呢？大家要心里有数啊。反正就是你可以有无数个理由讨厌甚至憎恨扎克伯格，但是 Meta 对于整个 XR 行业的贡献是实打实的有目共睹，不佩服都不行。因此如果你问我 Pico 还能不能顶得住的时候，我的答案很简单，你看一下 MetaMeta 裁员 ，Pico 就会跟着裁员。Meta 和 Quest 日子过得好，那么字节一哥就没有理由彻底抛弃 Pico。他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大手笔的投入，但肯定会让 Pico 赖活着蠢蠢欲动。周期之内总有沉沉浮浮，不要用意识来判断更远的结果。所以对于 XR 行业，不论是 Meta 还是 Pico， 我都是充满信心的。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要陪着 VR 成熟的 VR 角度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